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与新冠》。大家先想一下，我们把时间设定从现在往前推3000年左右，3000多年，你想到那个时候的一个东西啊，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现在当然保存是不容易啊，但是保存得很好的话，当时的一个状况会是怎么样子？这样子，这是3000年了，是西元前1050年左右，西周那个时候出土的一个东西啊，这是古文物没有错。大家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是篮子吗？还是什么？这个特殊的一个东西？这当然那个时代这么很尊贵的东西，都是跟祭祀有关系啊，祭拜祖先有关系的。这是里面要盛酒的，所以是一个酒器啊，这样的情形啊，这是很难想象啊。这个那个时代，其实人呢、啊，不要自以为现在多了不起啊，多了很多3C的产品呢、啊。以前没有3C，但是他的一个日子、啊、还是可以做过的啊、跟现在也许有它不一样、独特风味的地方啊。譬如说，这是东方，我们西方这个当然不是那么久以前，这个大概几百年前了、啊，16世纪的这样的一个古董啊。大家看这是什么东西？看起来这很像杯子，可是杯子为什么又这样？玻璃杯要倒放着，是不是喝完你又放着，表示这个。已经是干杯的这个情形啊，其实这喝酒啊，这个西方人啊也是很特别。但是上面仔细看，大家仔细，如果我们再拉近一点看的时候，这个是骰子啊，所以表示喝酒的时候，他还要先这个拿空杯子先甩一下，说这个5号。弄到的是5这个点数的话，那排这个顺序第5个人要喝这杯酒啊，所以这个很复杂，所以喝酒这个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啊。不过提到酒啊，唐朝王翰他写的这个非常有名的《凉州词》啊，里面就写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啊。”然后“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啊。”这个好像很罗曼蒂克，把这个要去打仗啊，饮酒作乐。打仗不把它当一回事，死掉也没关系啊。这个醉卧沙场啊，哇，这个看起来是很美，但是战争绝对不是这回事啊。我们先不谈战争这个情形，我们就这个葡萄美酒夜光杯，大家比较能了解。欲饮琵琶马上催，欲饮琵琶马上催，你到底要干什么？是欲要喝琵琶吗？琵琶是乐器啊。要喝琵琶啊，然后马上吹，到底是表示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断句的地方是在前面，就是欲饮，它葡萄美酒夜光杯要喝，结果呢，琵琶马上吹，琵琶它这个不是琵琶别报，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它是在马上弹奏琵琶那种声音呢、啊，好像在催促着我们要往前去的那样的一个音调啊，因为跟战争啊要这个 tempo 要相结合的一个情形啊，所以这是蛮特别的，用这样的方式去呈现的、啊，所以断句有时候影响很大，不要随便乱断，这个对解读上有问题啊。好，我们讲葡萄美酒，现在好像看到葡萄酒大家很习以为常啊，其实这有一段美丽的错误啊，其实也不讲美丽的错误，有点致命的错误啊。什么样的情形啊？这个葡萄盛产很多地方啊，在中小亚细亚那样的一个地方的时候，葡萄盛产的时候，那时候也没有，这都是千年前、几千年前的事情啊，也没有什么冰箱可以保存啊。那时候保存就是整个这样拿起来，就给放到瓮里面去啊。那因为比较干，比较阴凉，保存的时间可以久一点。那结果呢，放在这里的情形的时候，有一天啊，不小心这个瓮啊、罐子啊被打破了，结果里面的葡萄啊也被弄破了。原来是整串的完整的放下去啊，被打破了，打破以后也没有时间，大家忙没时间去整理啊，就发现经过的时候它因为破了会容易发酵，产生一点怪味，一吃这个味道不对啊，于是就给它贴上，没有把它拿走，贴上这样的一个标志，危险，这是有毒物质啊，不要来。那结果呢，发生什么事情啊，大家又忙啊，没时间了。其中有一个仆人啊，这个有一个仆人心情很不好，想要自杀，所以以前人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情起伏啊，想要自杀，然后看到这样的这个状况，于是想到他是不是现成的话，就把它拿起来喝了。喝了以后，隔天觉得奇怪，好像想要自杀的心情好了一点啊，就持续去喝，喝完以后就变这样子，
心情就变好了。所以这个后来他就把这个事情啊一五一十禀报，他的这个主人啊，这个主人说，哎，也许哦，这个是特别不一样的一个议题啊。啊，后来慢慢的才了解到，原来发酵就可以从葡萄这个地方发酵而得来。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心情上啊，或者是某些庆典上，它有它的一个特殊的功能。不过那个现在不一样，现在饮酒啊，有时候是过度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会产生问题。大家想到就是肝啊会有问题啊，或者是影响到神经系统啊有问题啊，或者是脑部有问题啊，是。但是那个是慢性，急性也有可能产生问题出来。一个五十多岁的女性病人哦，不是男的哦，女性病人。所以饮酒的问题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个比例，女生也是有喝酒这方面的问题。五十多岁的一个女生来到医院，问题是什么？很明显，因为有伤口，然后上面有纱布，表示啊，受伤啊，所以这个当然很清楚。但是一量，心跳很快，100多下，血压，休克，小于90啊，这样的一个部分，这样的一个状况啊，这个怎么可能？这样的一个刀伤在腹部这个地方啊，会造成这么大量的一个失血，然后给他听肠子啊蠕动的声音是变得比较不会动，超音波一看。是有点问题啊，赶快给他安排做电脑断层的一个检查。这是前面的地方肚皮，所以可以看到这是油啊，我们肚皮的这个油是蛮厚的这个状况。这里看到白白的影像，这就是出血从这个地方有伤口进来的意思啊。这是比较后面，这是脊椎骨的地方，所以这个受伤是在比较下腹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然后大家可以看，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哇，这个范围就变大了。这个范围变大，所以它的一个刺到的地方是从这个腹部这个地方进去，所以可以看到腹部的肌肉有受伤，肌肉有受伤，出血竟然会这么厉害的这个情形啊！那这个出血我们再往底下切的一个情形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它的一个范围，事实上是蛮大的这个情形啊。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肌肉被切掉就会有这么恐怖的一个失血？最主要的理由是因为我们的腹腔里面它是可以容纳很多东西的，它的一个压力并不太大，所以如果有一个动脉的出血的话，里面又没有什么东西给它顶住压迫它止血的话，它就会一直往里面这样的一个失血啊。所以是失血的量高达2000cc 啊，惊人啊，2000cc。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这是我们从正面看的时候，这个你看一大片的，这整个都是出血。那大家想说，这个有没有一刀刺进去，刺到肠子啊等等？没有，只有表面到肌肉而已啊，竟然就可能引起这个休克的一个状况。所以这到底是什么血管来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形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腹部这个血管。我们如果稍微转一下给大家看的时候，我们聚焦在前面这个位置啊，这边的血管啊，这个前面这里的一个血管啊，就是这是跟着我们的这个腹部的一个肌肉它来供应的这个血管，它就是这条血管断掉了，这是一个动脉断掉以后，竟然就造成了因为里面的一个空间啊有让它出血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所以就跑到整个腹腔来，而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失血量。还好这个开刀进去，当然这个问题比较不大，就是主要把这个出血的那个动脉给它绑掉，肌肉啊给它稍微吻合一下，就达成治疗的一个效果。不过这告诉我们说，这个喝酒以后所引起来的一些问题，像这样的情形也是这样子，这个出血哇，蛮恐怖的，你很难想象这样子啊，一刀啊可以造成这么大的这个影响啊。所以有些情形啊，甚至于造成这个再往上面一点的话，造成心脏附近的这边的一个出血。心脏附近的出血，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也可能造成这个心包膜那个地方的一个积血，而造成心脏的衰竭。所以只是一个喝酒大家还是要三思啊，绝对当然除了说不能喝酒以后开车啊，这当然是不行啊，能够不要喝酒，这个还是不要喝酒比较好。就是说醉卧沙场啊，君莫笑，这是不好的，还是要笑命疆场啊，不管或者是笑命职场啊，这才是重要的。来，你收看，我们再会。